然后，哎呦呦呦呦呦呦！哦，快鼓掌，快鼓掌！哎，11月25日，杨威的好友在网站晒出一段杨阳洋给双胞胎妹妹表演多米诺骨牌的小视频。视频中，杨阳洋身着橙色小棉服，搭配格纹裤子，穿着袜子，蹲在两个妹妹们常玩的游戏垫上。低头认真地摆放每一个木质的长方体骨牌，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列成行。杨阳洋用手触动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个骨牌，在第一个骨牌倒下之后，其余的骨牌也产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杨阳洋双眼紧盯每一个骨牌，直到所有的骨牌倒下才抬头放松。而一旁抱着双胞胎女儿坐在垫子上观看的杨云也不忘鼓掌，还让双胞胎女儿也给哥哥鼓掌。而在杨阳洋表演过程中，姐妹两个也没有说一句话，很安静地看着哥哥表演，想必也是被哥哥帅气的表演所吸引了。杨阳洋也忍不住伸出双手为自己的表演鼓掌，有些羞涩的小表情也是超可爱了。不得不说，杨阳洋真的是太暖了，照顾起来妹妹真是尽心尽力。